卢太长师傅好。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好。我问那个2006年属狗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男的。2006年属狗的。对对对。问他身体是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又是一个，怎么这么多的？又是一个被灵性控制住的，脑子出毛病了。给师傅教。啊啊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有点自闭症啊。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啊。你去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就是那个人家说大头鬼啊，在他身上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。要多少小房子？760张。好的，我念。你们家里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。没有，现在我全素了。 对, 对，现在不吃了是吧？对对对对。这个孩子其实脑子很清楚。对对对。只是灵性上升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。对，也是晚上，一到晚上就开始。对对对，晚上不睡觉，坐柱子睡的，跑来跑去的。看见吗？对了对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啊，他还会讲一点点话。对，妈妈会叫的。啊。他现在几岁啊？11岁。11岁啊？对。喂，看看爷爷。看看爷爷。看看爷爷，看看爷爷，你别去动他，看见吗？我告诉你，身上有个鬼，台长这个光一来就跑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看见吗？吓得嘞，你看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就好了。好好，我念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有念。这是一个小鬼，很小的鬼。对，你给他念掉，他就跑掉了，没事的。他老是打他爸爸，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爸爸在不在啊？不在。不在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爸爸也是下面上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了，我老公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他不说话，整天在家里的。自言自语。怪怪的。对对对。行为也是怪怪的。对对。平时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喜欢偷偷摸摸。对了对。门关起来，打电话也是偷偷摸摸。他电话很少的，没有电话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喜欢偷偷摸摸。人家说做鬼事嘛，就这么来的呀。他打他爸爸。难怪。鬼打鬼呀、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哪怪哪那么多事。现在明白了吗？给他爸爸也得念。他爸爸不信的这个。念呀。我来这里，他不知道的，我偷偷来的，带孩子，带新加坡都偷偷的，我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的。念呀。我念到他知道嘛就好了。我已经念了吧，我老公小房子都念了，儿子都念了。好了。对。好好念。嗯。他，你老婆呢？那个不是你老婆了，孩子的妈妈呢？我是他妈妈。你是这孩子的妈妈？对。你怎么看上去这么老的啦？对了对了，我一个大儿子死了，王仁，你帮我看一下吧，14年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潘浩。啊？潘浩。潘。姓潘的潘，浩的浩。什么叫姓什么？姓潘。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浩浩是什么浩啊？浩浩荡荡的浩。潘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3点水的号。哎呀，啊，也是突发事件。对对对。啊，不应该死掉的。他怎么死的？呵呵，被人家拉走的。对了，他自杀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给他念小房子了。赶快念呀！念21张，够了不够？还念多少？还要念多少？21张，你是谁啊？21张就想抄到天上去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才问师傅的。至少要念多少？像他这种至少要念460张。我儿子呢？那个死的儿子。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老公念多少？叫潘浩。对对对对。哎呦。他很苦，在地狱呢。我问
要命了，毒死了。哎呦，你们一家，哦哟，对对对，连你都是下面上来的，我的妈呀！我们一家人都是怎么搞的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吓死人了。对，哎呦，把我老公小房子念多少？把你老公啊？嗯。把你老公念。嗯。小房子念。你老公也死掉了？没有，活着，就东痛西痛。都整天在家里不出去，失踪了？没有，在家里。那你叫我看什么了？你要小房子多少？你就随便给他念嘛，好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那么我那两个孩子打掉的小房子我念了，有没有走了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我69年属鸡。一个，两个。哎，你小孩子都走掉了。打胎的小孩子走掉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这个人很不讲道理的。对对对，我以前真的不讲道理的。嗯。老是出人家的小问小毛病的。而且你这嘴巴很厉害。对对对。你骂人，指着人家骂的话，人家就会倒霉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你过去知道不知道？你过去骂人家邻居，骂人家不好，人家就倒霉了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很清楚的。那鬼嘴呀、啊，不要乱骂人了。我没骂人。好好念经啊。好的好的好的。明白了吗？好的。你有一个眼睛啊，不是太好啊。对。眼球不对的。电小房子模糊得很。啊。对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我的身体这里痛了20多年，看医生都看不好。啊。看了20多年了。啊，胰腺。胰腺长了个小东西，对了对了，很小的，一吃东西多了油了，这里就痛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死么死不掉。对，你是鬼灵精啊。对，你们家一群。对了，说对了，师傅真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感恩师傅啊。你吓死我啊！你吓死我啊！我那个儿子那个放生多少条鱼？他说什么？儿子放生鱼，那儿子放生放鱼那多少条？啊，放生啊？啊，对对。放生8000条。8000条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儿子很容易救的。我刚刚给他救，刚刚给他加持了几次。你小房子赶快念。对了对了，念了好一点的话，你这个儿子我能救他，很容易的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倒是你的老公有点难救。难救。啊，因为你的老公以后。他是68年属猴子的。我知道啊。啊。